厉害的女子编团。OK， 好的，这应该都差不多了吗？这张专辑 FMSHE 我的厉害也是销售 No.1 我来报告几个好消息好不好？首先第一喜叫做恭喜你的蝉联 KKBOX EZP 数位销售排行榜的双周冠军，耶评价很富有。另外的第二喜就是呢，要恭喜你们的唱片销售在实体唱片行五大唱片啊 G Music 风云榜也都是冠军，对呀，最高的其实已经一喜二喜了，希不希望三喜？当然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都宣布，所以呢，要嫁人了，耶！我乱讲话，我怕死，我怕在那边铁心撞那个柱子，然后差点岔气在了，真的。任爸说。神明在公开场合宣布喜讯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如果是有好消息的话，一定要跟大家公告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当你的手就像可以的手，我都可哭在哭的不到的温柔，我贴在有你的书出去办演唱会，然后演唱会也很成功，很开心。然后一回来就立刻听说我们就是双周冠军，双榜冠军，对，两周，两周都冠军，这真的不容易，而且没有买榜哦。对，特别强强，这是一个好预兆哦。嗯，耶，你跳啊跳，哎，演唱会相当的成功。对，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轻松，因为两组人马要轮番上阵，所以其实换衣服的时间都非常的充裕，对，还甚至在就是换衣服的时候顺便去上厕所都没问题。而且人那么多，感觉就特别热闹，办起演唱会来就觉得很热闹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最开心是我们事后的庆功宴，因为那个庆功虽然没有对外开放，可是我们就是自己人在那边吃吃喝喝的玩乐，有比舞台上更嗨的感觉啊！我们自己放了三天三夜啊 ，Bad Boy， 还有一首崇拜啊，非常的崇拜没有，真情人。啊，就是不停的舞动，就带动现场气氛啊，热舞了一番啊，身体演唱会都没那么累，对，流的汗比那个演唱会还要多，太离谱了啊，相当离谱啊！你是最佳男配角，李威对，最佳男配角，恭喜他，因为他一直就是演技都很受好评，然后可以获得奖项的肯定，真的是恭喜他。对，然后我也有传，就今早一看新闻，然后就传了简讯给 AD， 跟他说恭喜他，希望他能够中奖。天哪，我没有传简讯的，我好不会做人哦，我等一下要传。我还有传给豆导，因为豆导也是那部那个戏入围最佳导演，对，希望他也可以中奖，这样子。好厉害哦！入围的四位哦，都是那个是偶像剧，对对对。这很不是滋味啊，没有啦，有啊，我有入围过，而且我那时候入围是就是也是蛮意外的，然后这一次都是几乎是偶像剧的，所以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偶像剧能够受到金钟奖的对评审的青睐，希望呢偶像剧可以继续的出头天，造成一股全世界的滑流这样子。嗯，没关系啦，那才是我的第一部就是自己的戏啊，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有资格入围，所以我觉得评审眼睛是雪亮的。